们谢谢文阳先生的来电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我们下一通的电话喽，是来自我们台中的黄小姐。黄小姐你好，我是小 J。已经是个妈妈了，每天除了忙着照顾小孩，也要打扫厨房。对这些事情压着的我，真的好怀念曾经的那些时光。这么大风越狠，不想越